孩子们吵架，父母应该怎么做？当两个孩子争吵的时候，父母怎么做可以避免同样的冲突再起？我的答案是 B。 从小争吵过我举手，有打过架的举手。有，这有。我们打过架。我们打过架啊！他用脚把我的那个桌子踢碎了，然后我的疤都还在。确定是我？是你啦！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